经过48小时，我们的回忆幸福已经顺利完工了。这次的风格主要以现代风格为主，那呈现给大家面前的是一个比较现代都市的一个感觉，希望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让他们俩喜欢。偷偷回来过吗？这两天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吗？没有我们很有契约精神。我们就特别喜欢你们这样的选手，就是大家说好了就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这个承诺哈，要不然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好吧，那么你们家的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改造完了，它的名字呢叫做回忆幸福。准备好看了吗？准备好了，还是有点小紧张哈。倒吸一口凉气，来，镇静，3、2、1。哇！戴眼镜。这一定要戴眼镜。哇！为什么会是咳嗽呢？这个反应太有趣了。我感觉怎么不像我们家？这个是我们家呀。那你可是谁家呢？当然是你们家了。哎，这个灯不是你要的灯吗？不是你说你想这个灯我很喜欢的。以前你们看到过？不是，我在网上看到，我还把它存到了我的那个购物车里，打算买的。哦。然后，反正哦，我觉得我喜欢，我太喜欢这种的了。你们当时提的就是想要现代一点的。啊，我喜欢艺术一点的，现代一点的，干净一点的。干净一点的，干净吗？相当干净。是我喜欢的那种，那种感觉。我喜欢这种现代的、简约的，然后看上去储物空间多的。对。然后颜色一定要清爽淡雅，然后又有那种设计感的，我觉得。是谁给你施了那个叫什么葵花点穴手了吗？你怎么站在这里一动都不动？我你看看行不行？你一动一下。其实说实话，我们家老房子，这个设计师真的是用了那个心的，真的用了心思。我真没想到我们家能变成这个样子。首先你想到没有？那个门给你堵上了。我没想到那个门没有了。那个门以前是你们的入户门，但是后来它被废弃了，对吧？对，可以不走那儿了。但是你的门还保留在那儿，所以呢就那个空间就被劈开了，就零碎了。那你们当时提了一个要求，说想要换一个餐桌，因为你们那个餐桌有点那个摇摇晃晃的摇摇欲坠的。现在呢它整个就做了一个独立的餐区，咱们从这边看起吧，好不好啊？独立的餐区，你们当时还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就是关于储物空间的。来，做一下这个做出来的餐区啊，储物空间往上看啊，占天不占地的一些吊柜，我看一下。哎，对，然后呢，还有你们座位底下有很多柜子，站进来啊，先。一些就知道了，这是1、2、3、4个柜子啊，然后呢，这是好大的啊，然后这边呢是可以坐，要往多了坐的话，6个人、7个人都没问题，是不是？对，绝对没问题。相当。你为什么在沉默中还显得有点沉重？你跟我说说。沉重。我很激动，我一激动我就冷静了，就是反应比较不是，还没反应过来，属于那种反应慢热型的。没事，你慢慢看啊，因为你们家的这个空间相对来说小，所以呢，还装了两个大镜子，希望能把这个空间搞得开阔一点。我们家怎么说，原先不像他蓝队他们家，他是分区两个比较明显的。对，我们是老房子，哎，它不是那种餐区跟那个客厅分的那么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我要感谢设计师，他把你看那个地方还有专门的一个那个写作台，然后吃饭，然后会客，对，你看得非常对，一直有个坎，就是
我们家没有一个全身镜，然后每次出门的时候只能照半截。对、哦。然后哇，这么多镜子，我想怎么照怎么照。对对对，全方位的照。现在你们家这个客厅呢，是分了三个区域：用餐区、会客区和学习区。学习区是你给你家宝贝准备的。啊，你是有3岁的女儿，对不对？对对。啊，对。好，我们看完了餐区了啊。这儿是这样的，有人可以坐卡座吃饭的时候，有人可以坐小椅子，啊，都放好了。然后会客区呢，看上去就是非常简单明了，对，就是沙发、茶几、电视，就是这么一个功能性非常清楚。这后面是南昌的吗？你仔细看。仔细看这个小蛮腰。哦，是广州的。你是南昌人吗？是南昌。你是南昌人吗？我也是本地的。也是本地，但你们俩却相遇在广州。对。是。去广州待了多少年啊？2年吧，2年左右。啊、哦。他是我朋友的学生。哦，这样的啊、哦。是高校的一个。高校的老师的。对对对，学生。高校老师是你的朋友。对，是我的朋友。对，然后待了2年之后，你就回来了。啊，我就回来了，我也回来了啊。为什么叫回忆幸福？但是我看你们看到这个好像共鸣不是非常强烈。因为小蛮腰的话好像是后期我们离开了那个，离开了才有的。对，哦，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是吧？所以对南昌更加共情啊。这个是因为知道你们的爱情故事，所以设计师呢就专门做了这么一整面的墙呢，是广州的夜景，因为你们相遇在广州，相爱在广州，嗯，对，相知相识得在那里，对对，互相追随哈。主要是我更多一些，我更多一些，我更主动一些啊。这是第二个区域，第三个区域呢就是这边了。除了有大面积的柜子之外，啊，都是储物柜啊，大面积的储物空间。然后呢，有一个写字台，这儿加了一个护目灯，就是给孩子的。因为是小女孩，所以她弄了一点粉红色的小花朵。最有意思是应该是这个大白呀、啊，她最近最喜欢看这个大白动画片。你是她女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她很喜欢大白。大白很温暖。对，很温馨，很可爱，很可爱啊。那个。孩他妈妈，你说两句话行不行？你这样搞得我很我他已经激动的无语了。你我觉得很满意，我很喜欢。真的吗？对，非常满意，我非常喜欢。给满满，你们家是不是经常还会有亲戚啊或者老人过来？有，嗯，有。对，所以有的时候会住在家里是吧？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人上班，小孩还小，没上幼儿园，所以要家长要过来帮帮忙，带带小孩啊。好，那请你们两个把这个茶几往后帮我挪一下，可以吗？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嘿，哎呀，要放来来来，我来放。哎呀，把那边人拉出来。好的好的。一个床啊。对呀、啊，你家里来的人多，睡哪儿啊？哎，就拉那个拉手就好了。好，放。哎，哦，好了，很漂亮。然后把这个再给拿掉呢，其实本身你看到了后面啊，它还能再往下放，明白吗？啊，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双人床。那么现在这个呢，是一个观影沙发，就看电视。你想，就是这样可以坐着非常舒服，腿是可以平放的。来，试一下，坐一下。我就先感受一下了。我老公也可以一起感受一下。我怕弄脏了。还好吗？爽，甲一级座位吧。对对对对。啊，很爽啊！很爽啊、嗯！其实就是这样也可以睡两个人。要把这个床再放倒就更舒服。应该是可以放的。啊、这个，当然可以放，可以放。对，好啦，我们起来吧。相当漂亮。我们起来吧，坐这儿，坐这儿。还有什么地方没看到的吗？都看到了哦，鞋柜啊，在这儿。啊、一进门还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对对对，一进门的鞋柜。你们不是也提了要求吗？要做鞋柜是吧？啊，对对，好嘞。都看完了，平常你也是这么，惜墨如金的吗？惜字如金。我很喜欢。人一紧张就是缺字。缺字了哈，缺乏那个语言描述的那个。对对对对。啊。短片，你呢？短片了都。你可以多表达一下。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老婆一个想法，其实主要是这个灯。我觉得这个灯跟那个小孩区的布置，包括
这个大镜 子，我觉得是满足了他的愿望。嗯，那因为我不是学设计出身，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想为我的老婆做这一点，没想到今天央视的这个中央空间帮我完成了这个心愿。啊、哦、蛮好，太好了、嗯、这个灯和餐区的灯是一套的哈、嗯、只不过一个大型一点，一个微小型一点。然后呢房子必须要用足够的灯光来设计出它的层次哈、啊、要不然这个房子会很平。以前你们家是一个主灯就没别的灯了对吧？啊对啊对，现在他加了七个射灯，看到了吧？看到啊，七个射灯，然后又加了你比如说那个灯带、哎对，这样就可以让它更加的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嗯，对，行了，我不说了，回头你们自己再那个仔细的观察再琢磨吧，好，好不好？啊，打分，你来，一百分吧。我一百分。你一百分、嗯？我肯定一百分了。你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两百分吧，加上他的一百分。嗯，不需要特别的那个不好意思，如果哪儿觉得不好，你就直说出来，有吗？没有啊，我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先是惊。然后是洗，洗完了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需要适应一下。我们家以后就这个样子，我很喜欢。真的，太好了，真的喜欢、哦，是真的喜欢。人的性格各有不同，有的人呢是外向的表达型的，有的人呢是内向的体会型的。哈、哦，我绝对是属于后者。后者是吧？对。行，从打的分上来说，两位还是比较满意的。蓝，是吧？蓝队家。怎么样？小声说，这让他说，他是体验型的，你知道吗？哦，这样子哦，好吧，那我们去蓝队家，好吗？好的，走。我这次的设计主题是听海，在格局上，在原有的客餐厅区域之间增加了吧台兼学习区，客厅呢，把原有的电视和沙发背景进行了对调。餐厅增加了强大的储物空间，在灯光上增加了灯带和射灯，让空间更加明亮。色彩上以蓝白为主调，打造一个舒适惬意的家。你们家的这个名字呢起的是挺有诗意的，也很像一首歌，叫听海，就留给人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我感觉跟在蔚蓝的大海边一样的。看吗？看看了啊、嗯、来三二一，哇，这么太棒了，哇，绝对的太棒了，是不是觉得比以前要亮一点？哦，不是亮一点，好多点，好多点呀，好多点，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这是烛台，这是可以当烛台，嗯，得放个蜡烛。这是我们家的灯吗？你自己来辨认一下。对，还是原来的。像给他穿了一件衣服，这个餐椅应该不是了。对，坐一下看看坐感怎么样。我都舍不得踩上去呢，这个毯子是吧？那这个样子摆摆的没事，这个可以随便水洗的，非常方便的。哇，太棒了，舒服是吧？太感谢了。那你们之前提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要大量的储物空间，因为你们家有两个儿子。我们的导演说到你们家来看房的时候，就是三个大纸箱子堆在客厅的很显眼的位置，就是他们的玩具，是吧？对。那我们先看看这边的储物空间啊。那
这一面柜子，你算餐边柜也可以，你叫什么都行啊。啊，这边，然后给你加了一面穿衣镜，然后也可以隐藏起来啊。这边就都是啊，都可以推开，对，这都是可以储物的地方。鞋柜还是在外面了。哦，这是啊，分了一下漆。哦，这你原来的，但是改了颜色，改了颜色，原来的颜色，你们家那个原来颜色比较暗，还比较暗，对，啊，就显得那个采光不好。这块我想他是为了点题了，鱼，跟他对，正好叫他姓鱼，你姓鱼，我姓鱼，平时在家里头就叫他小鱼了。那要是姓熊的话，就得满墙熊了。大熊大熊。我姓王，说满墙得老虎。开玩笑啊，你们当时还提了，就是说除了有储物空间之外，孩子慢慢长大了，希望有一个他们俩的学习区啊。这个地方呢，算是一个功能兼容的地方。这个两把小椅子摆在这儿，可以是写字台。那腿有地儿放的，对，你坐下试试。啊，你坐下试一下。啊，然后其实呢，这也可以是类似一个休闲的吧台吧。这儿你放了这个放酒的，然后放酒杯的。对，这边呢就是可以放孩子的文具啊、书啊。嗯。哦，学他们那个成长，就是书可以摆很多了啊。对，下册也可以，对对对，啊、或者是照片儿啊，都行。放点照片。嗯。哇，这里还有一个，这怎么用呢？这个，比如放电话，放一些随手看的杂志，嗯，总之你家里面要有一些就是放东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小的玩意儿，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未必你要把它都收纳起来，那样自己用的时候挺方便的。像这样的一些小东西呢，就可以有一个收纳的功能。啊，来坐到身上吧，又是新的，舍不得下一个。小茶几不占地方，对。然后你们的电视和沙发的位置是？换了一个位置啊，就对调了，线已经甩好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对，那储物空间对面的四个抽屉，还有上面的吊柜，都是在实现储物的啊。一进来就感觉就是整个房间的透亮透亮的。对，因为有两个地方做了大的改动，一个是这个门，对，以前你们那是木头的，对，木色的门，并且不是落地的，是吧？下面有格子，下面有格子，对对对。光就挡着了，对，给它拆了，这样光就进来了。还有就是这个位置，就是现在这个写字台这个位置。哦，以前是一个那个中的书架，对，然后也是那个也是很，对对对，就等于说那儿挡一道，这儿挡一道，你这房子就暗了。嗯，那现在等于这两块呢都给它做成通透的，它就比较容易在采光上有一些改善。嗯，还有。第三点就是关于灯光，以前你们有这个吊顶，但是没有灯带和射灯，是吧？对。现在它都给你加上了。哇，而且很亮啊！啊，漂亮，很温馨，感觉温馨感很强。看完了，嗯，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没有，没有什么花哨，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很简约，然后很通亮。当时我跟设计师沟通也是这样讲，不需要太花哨，嗯，简洁、实用、温馨就可以了。对对对，那全看完了，你们。做个综合评价吧。我要感谢设计师给我们家创造了这么美的环境。嗯，我要给他300分。要给我？你知道为什么给300分吗？为什么？我只给100分，老公100分是他另外给的。然后我还有两个宝宝吗？啊，两个宝宝各给100，各给100分，妈妈自己的100分，对，300分，然后我再加100，400分，400分，一家四口每人都给100分，这么慷慨啊！啊，太好了。其实我整个看下来，整个你们家客厅的这个改造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什么花哨的地方哈，但是就是和你们家以前的那个比较暗的那种相对比来说，以及没有什么储物空间的那个感觉来说。是好了挺多的，是不是？对，对，所以就是你们心里觉得合用，那是最最重要的。嗯，好喜欢，还行。去摸小那个鱼啊、哦，对，小鱼去摸小鱼，真的是，还好吗？小鱼儿还好吗？
那你六岁的儿子可能能够到这个，还好还好，非常结实，他不会抠下来的。那行了，我们就要出设计师还有另外两位选手吧。啊，周末，哇，谢谢大家。好了，我们在南昌的这一期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48小时真的很辛苦，因为天气炎热，因为两边的房子改造起来都有一些难度，都是老房子，非常满意，太好了。好吧，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是要特别的感谢有家有爱有欧派欧派家居集团为我们提供了家装基金，以及买家电上京东，京东家电为我们提供了家电基金。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说那句话啊，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交